往章句上三句二，五亩之宅，数之以商，五十者可以一搏饮，鸡豚狗彘之处，无失其食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亩之田，勿夺其食，数口之家，可以无饥饮，谨详序之教，深知以孝悌之义。斑驳者不复待于道路矣，七十者一搏食肉，黎明不饥不寒，然而不忘者谓之有也。苟至食人肆而不知俭，徒有二瓢而不知发，人死则曰非我也，遂也。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，曰非我也，兵也，王屋坠碎，失天下之民体焉。